感谢主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相信你们在家里蒙神的祝福啊，神的天使与我们大家同在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今天将我们有这美好的机会，可以学习，可以聆听你的话语。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。我们奉耶稣的名，把以下的时间都仰望，都交托在你手里。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来阅读在这个诗篇34篇第七到第九节。圣经说什么？耶和华的使者，在敬畏他的人啊，视为安宁，搭救他们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的圣灵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这个经节真的讲得很有意思，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。当我们相信神的帮助而祷告以后，要抱着期待感谢神。你说牧师怎么讲？好比说你有问题，你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祝福我的父母亲，给他们身体健康。那你相信主耶稣一定帮助，你要有信心来投靠他。或者你说，哎呀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的孩子，我的女儿，然后呢，你相信主的圣灵可以感动他们。你说，主啊，可以帮助我的生意啊，希望生意比较好，然后呢有顾客来跟我买，然后你要相信主耶稣，你一定会开一条路，可以碰见很多人，然后来买我的货。所以信心呢是很重要，相信耶稣。我们祷告呢不是胡思乱想，然后呢嘴巴一直讲，但是呢心里面也要相信。因为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，就是说他我们在中间四周围都有耶和华的使者，有耶和华的天使呢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不要依靠理性和感觉啊！你说要知道相信并且期待耶和华创神创造天地治理万物。因为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今天心情不大好，我今天身体不大舒服。其实不是身体不大舒服，而是心情不大舒服，所以呢就讲身体不大舒服。所以不要用感觉，我今天觉得脾气很低落，我今天觉得没有动力啊，我今天觉得很累。你不要，你要说好，我累也好，但是我要祷告一个小时后呢我就再休息，没关系。所以我们要有勇气呢来到主的面前。不但如此呢，我们啊要抵挡肉眼所看不见的仇敌。列王记下第6章18节，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，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分明。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分明。以利沙跟亚兰王的军队打仗的时候，以利沙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使我的敌人的这个眼分明，那他们就分明了。我们要使仇敌魔鬼的眼目分花，当魔鬼来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抵挡他。彼得前书5章8到9节，勿要谨守，然后呢惊醒，因为他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恐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做众弟兄也要经历这样的苦难。那次诸般恩赐的神曾在基督耶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得你们展受苦难之处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所以再一次的神告诉我们，他要赐力量给我们，叫我们勿要谨守，勿要小心这个魔鬼呢一定来偷窃来毁坏我们。就算我们被魔鬼所试的忧愁不安焦虑和绝望的火箭呢，所示中不但要拔掉它，并且要抵挡魔鬼。当我们处在苦难与逆境的时候，我们的心
因着忧愁不安和焦虑呢而受到压制时，人生就变得成为人间的地狱。我有碰见一个人，他真的很消极，那是就1998年在我们印度尼西亚发生了这个暴乱，他的商店他的生意全部都完蛋了，他躺在床里面2年，为什么呢？忧虑消极，他的脚就好像手这么小，因为没有走动嘛。那最后呢，他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奉耶稣的名向他洗礼。今天呢，我想告诉你，当一个人受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呢，他的生命就好像地狱。当我们心中重担逼迫的时候呢，痛苦是无法形容的，盼望和喜乐全都消失了，我们对人生的感到厌恶，反而呢看死亡为美丽。所以在苦难中的人会想要自杀，这时呢我们要依靠神的帮助。有人呢打电话给我说，牧师，自杀可以上天堂吗？我呆了一回，我说不行，自杀的人不能够上天堂。为什么他要自杀呢？他受到很大的压力，他和他丈夫结婚了35年，他们是青梅竹马，然后呢最后他知道他的丈夫呢另外有女孩子，在外面呢已经生了孩子，所以他想自杀。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告诉你，忧虑烦恼苦难你不要自杀哦。要知道仇敌和我们之间有神所派来的火车和火马呢围绕着我们，好像这个伊丽莎，他看到年轻人，你看看吧，我们周围有火车火马围绕着我，并且要知道与我们同在的比仇敌的更多。当我们看见明白并且相信这恩典军队的存在，在刚强的壮胆力抵挡魔鬼时，就能得胜。为什么会得胜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周围的军队比他还要更大，那换句话说，我们的问题啊，不会比神给我们的力量来战胜这个问题还要更大。耶稣爱你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不要害怕，求主耶稣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，看到前面的军队比一切还要更大。愿主耶稣祝福你，不要害怕，记得耶稣永远不撇下我们，他爱我们，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，你一点都不会缺乏，因为耶稣与你同在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祷告，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今天的话语，让我明白主你是这么疼我们，这么爱我们的，让你的圣灵可以感动我们，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可以，敬畏你，让我们可以爱你，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唯一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阿爸父，你是创造世界宇宙的主宰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全部的仰望都交托在你手里，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香港、澳大利亚、印度尼西亚、美国这些弟兄姊妹，主啊，求你与他们同在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献上感恩，阿门。